你参加过什么活动？ 会什么技能吗？ 我会陪你聊天， 我会用人脸， 能识别正在我面前的人的性别， 年龄， 还能观察你的面部表情吗？ 你看我现在是什么表情？ 我看看， 这位美女， 您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 参观一下工业机器人、服务机器人等等。 它的难点在于几点，第一个是它不仅要接收语言的信息，而且还接收表情，就像刚才演示的一样，它会实时观测你的表情，然后同时它做的回应会根据表情来做一个更加自然、更加智能化的一个体验。 知行合一，以示感谢。人工智能其实通俗点说，经历三个这个时期，一个是人造，第二个是复制人，第三个是造人。事实上，可能我们 现在还是仅仅停留在人造的这个阶段，就是如果我们要想将来发展走向这个替代人，甚至是造人的这个，一直是人工智能所谓最终的一个目标，还有很漫长的这个道路。